基本上今天我们办这样活动是一个有关于制作群方面的啊，那都跟我们老师在使用啊一些数位化的这个教材，那可能大家在使用数位化教材，包括你可能是上网去这样学生当中，或者是你自己在使用的时候所引用的，那这些相关问题事实上我们不是读法律的啊，一些导师或许大家都有点疑虑。